搞怪王。球球，我就直说了，你从来都不按时交作业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按时交的话，就不会被猫咪吃掉了。勉勉强强通过上周的突击测试，这门成绩你垫底，而且是你最喜欢的科目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好吧，就是这样，我在不及格的边缘徘徊着，而老师这么说意味着我要不及格了。看来我必须要积极地采取行动，改变自己的形象，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，让福老师对我刮目相看。也就是说，我必须要表现得非常好。你觉得我会说什么？真的好好学习吗？好感度积分。让福老师改变看法需要很多的东西，我把这叫做好感度积分。毕竟老师们的评分标准才不是你做的有多好，而是因为对你的印象。而根据我的计算，为了确保我不会在暑期班被作业和考试折磨，我至少需要1000分才能改变福老师对我的看法。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获得1000分呢？当然要做一些别的事情了。我来想想啊。现在有人能告诉我，球球，你的肩膀抽筋了吗？太好了，300分在向我招手。哦，我的天，球球什么时候在课堂上举过手？从没见过，这简直太奇怪了。一个小小的礼物也能有很大用途。兄弟，你要用这么老套的方法送老师苹果来获得高分吗？你又不是老师的宠物，要讨他欢心。是啊，那你不就变得跟以前某人一样了吗？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，球球？那才不是我的风格。这么做也不是你的风格呀。我对苹果过敏，球球。对不起，福老师，我明天可以带个桃子给你。嗯，我喜欢桃子。没问题。不过我们上周学维生素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？桃子还没上市呢。我现在只有200分了。哦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傅老师，我打了蜡，像新车一样哦。嗯，或许下次你再这么做的时候，不应该穿运动衫，这里留下一道拉链的刮痕。傅老师，对不起。我还给轮胎也打了蜡，他们看起来就像全新的一样。谢谢球球，不过我希望你以后别干这么傻的事了。给轮胎打蜡就像在冰上开车一样。傅老师，我不会，再也不会这么干了。我得走了。如果我说什么时候感到害怕，那一定是这个时候。人类为了能在太空中写字，用时间和金钱发明能在无重力下使用的笔。听到这里，有人有什么想法吗？怎么回事？老师的宠物去哪儿了？什么老师的宠物？这是谁？没错，球球，用铅笔写，你真是太令我惊讶了。歪打正着啊。只不过下一次我希望你能自己拿过来，球球。好吧，减去100，还是有不少分数，获得500分，今天收获满满啊。球球好孩子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但是你有很大的进步，关于额外的作业我会考虑考虑的。啊，我闻到了成功的味道，多选题万岁。再得300分，我的目标就达成了。知道吗？我们为你骄傲，球球。我们答应你，如果能保持进步，我们就带你去上次你要去的那个水上乐园。就算你不进步，我们也同意。你们还可以向皮皮争取争取好感。就像我一直相信的，生命在于进步。还是永无止境来着？还是什么？我分不清。天哪，
如果我回家要争取好感度的话，那我真宁可当初没有想到过这个主意，一直待在学校里面。早上好，同学们。早上好，球球。没人举手吗？这节课已经开始好久了。哦，好吧，球球，你是不是想把表现的机会让给别人啊？是的，我是说没有了。看来积分板上的好感度又可以多一点了。我都一周没好好听课了，球球，你现在是老师的宠物了。看来崔西要小心了，他有竞争对手了。嘿，小五，我可没这么说。不用担心，球球，我不会跟你争宠的。放松点，哥们。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向球球学习。向他学习如何装满纸团吗？你再这么嚣张，我天天对你吐纸团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再给你们加一场写作考试，是不是非常的期待呀？逗我吗？都是你干的好事儿。是啊，干得好，都是现在我什么都干不了了。都是球球的错。我的纸团已经准备好了。干得好，球球，我想我要开始喜欢你了，你简直是第二个我好朋友。这也太惨了。说真的，游戏结束了，哥们儿。球球，好兄弟，我不确定接下来你会面对什么，但肯定不好受。呵呵，回头见。我得回去准备写作考试了，球球，再见。这也太奇怪了，我明明好感度上升了，但是在学校里面我都要顶着这个奇怪的名号了，老师的宠物。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能赢回我的名誉，当然得做点不能让我好感度下降的事，否则的话我又要上暑期班，光一想想暑期班的样子我都得打个寒战。打冷战，有办法了，太好了。也许在老师宠物这个说法消失前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见面了。很快就会的，但是我需要帮助。快点，快进来。好了，人都到齐了。这样咱们先去找他帮忙，然后再一起想别的办法。我们走吧。嘿，哥们儿，你既然有我之前和你提过的僵尸烧烤漫画书，你知道规矩的，只要你帮我们，我就答应借给你几天。条件是千万别告诉别人。我是说，我们告诉你，你不能告诉别人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演戏吗？不用担心，交给我吧。您居然一个人吃午饭？在今天你生日的时候。哦，是吗？我都忘了。是啊，福老师，我跟佩拉老师确认过了，生日快乐。果然是。哦，佩拉老师，今天可真是有点热啊。福老师可能要麻烦您帮他开一下中央空调，实际上他本来要自己开的，不过他正在吃午饭，你知道的，所以行吗？当然可以了，球球。象棋，我喜欢下象棋。哇，刚才广播说这一带马上变得很冷，我都开始发抖了，球球。没错。嘿，这是雪吗？下雪了吗？要是雪下大了的话，孩子们就得在这待一晚了，老师，而且大家得在体育馆或者其他地方睡觉了。是啊，福老师，要是我是您的话，下这么大雪，我肯定就让大家早早回家了。你说的对，球球。各位同学，由于下雪，今天停课。太酷了，雪橇也是很好玩的。怎么样？太好了，球球，干得漂亮。我就说了我能办到。等等，现在是6月份，
是即食土豆泥？求求！哦，福老师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难得放假，生日快乐！咱们去沙滩吧。耶！快乐！放假！放假派对！太棒了！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我们快跑！嘿，球球，你又变成了老师的宠物了。